上帝，准备地狱的邪恶。上帝，讨厌恶，他将不遗余邪恶的人惩罚。经文强调，神会影响邪恶的人在地狱火。这是说的，主是厌正义，但是邪恶和一个谁爱暴力他的灵魂恨。在邪恶，他会下雨的煤炭、消防和硫磺和一个燃烧的封印的部分，他们的杯子。对于耶和华是正义的，他热爱正义，他的面容看见直立。诗篇11:5-7，教训上帝的意图惩罚的世界，为他们的罪恶是透露整个圣经。这两个新旧约圣经有解释说，上帝将停止现有的世界充满了与邪恶，并把它给地狱火，包括不悔改的罪人。与此同时，之前完成销毁地球的星球，上帝将收集和运输他的圣徒的新的地球、新天，他已经准备。他们起21:1-5，耶稣基督提供了唯一的逃跑路线，从地狱火。任何人谁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或他个人的上帝和救世主，会逃离地狱神的最后一天的判断。一些圣经参考文献。加强需要忏悔和忏悔的，耶稣为主都强调了这样的。一诗篇11:5-7，主是厌正义，但是邪恶的，一个人喜欢暴力行为，他的灵魂恨。在邪恶，他会下雨的煤炭、消防和硫磺和一个燃烧的封印的部分，他们的杯子。对于耶和华是正义的，他热爱正义，他的面容看见的正直。二。诗篇49:13-14，这是方士的那些愚蠢的，他们的子孙后代，谁批准他们的说法？像羊一样，他们是埋在坟墓。死亡、婴料、利应有统治他们的早上，以及他们的美容将消耗在严重远离他们的住宅。三，马修25:41，然后他也会说的那些左手，离开我，你被诅咒。进入永恒的火，准备为魔鬼和他的天使。四，太10:28，并不惧怕的那些人杀死的身体却不能杀了灵魂，但而是担心他谁能够摧毁身体和灵魂都在地狱。五，约翰14:6，耶稣对他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活，没有人来要除了通过我的父亲。祷告，亲爱的主啊，是够了，我不想去地狱火，但是我想要的走到天堂。我现在完全确定停止玩火，因为从今天起，我给你耶稣我的精神、心灵和身体，我得到你我的整个心脏。我宣布你们为上帝，我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的死和他复活，他是我的个人的上帝和救世主。我承认我的罪孽，我忏悔。从现在起，我是一个上帝的孩子。我放弃罪和所有的作品、魔鬼。我取消我的约与魔鬼。我设立了一个新公约与耶稣基督。我现在宣布大声和清楚的是，提你的名字，是一个再生的基督教和天是我的家。阿门。